幼儿园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领悟老师。今天呢，我要教你们唱一首歌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《小伙儿，你怎么了》。听老师教你们唱啊。小伙子，你是怎么了？一夜之间变得颓废了。幼儿园本就学历低，没事你还在那儿瞎逼逼，为了你把面哥拽进去，整个歪歪没有不喷你。赵皇帝他没事吹牛逼，马甲最后被人扒了底呀、掐死你，我真想掐死你，把你扔到黄浦江里淹死你。兄弟们，永远记住了，一山不容二虎，除非一公一母。谢谢。